从巴达龙回河爱的回途中，我们停在一间莫赞咖啡咖啡厅上厕所。这里惊见了一个哈利波特的雕像，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雕塑，大家不明白为什么这里会出现哈利波特的雕像。鉴于好奇和一时兴起，大家便纷纷模仿他的姿势拍照。哈哈哈，你们都好像企鹅。咖啡 Amazon 是泰国一家著名连锁咖啡店，全国有超过3000多间分行。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这家门口立了一个哈利波特像。这里有一个惊涛骇浪的惊喜。巴士上的姐妹淘不知是否中了哈利波特的魔法，在巴士上大跳进。有没搞错，在双层旅游巴士上大跳劲舞。这是在一辆行走中的双层旅游巴士上。所有女团又姐妹淘随着热情豪迈的强劲音乐大跳热情舞，整个情景宛如在夜总会的舞池上。他们扭动忘我的狂跳着，仿佛在舞台上跳跃的火焰。你们个个充满了活力和张力。将欢愉和热情传递给每一个人。跳吧，尽情的跳吧，无限展示你们自己的青春与魅力。
视频到此结束，欢迎订阅 Subscribe 的频道。